我是2014年的时候，进到来中国好声音比赛，听到欢迎这一首，真的超好听的。我整天都在听他的歌，运动也听，煮菜也听，无时无刻都在听，想碰运气看能不能买到。还好我女儿托朋友买到了，请他继续加油，再唱好多好多的歌给我们听，到台湾开演唱会，台湾那边有很多你的歌迷，爱你哦。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贵阳站在7月13日晚圆满举行，全场4.4万名观众齐聚一堂，欣赏周深一个个精彩的舞台表演。此外，周深2024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正式官宣杭州、沈阳、北京三站，8月24日杭州站，9月7日沈阳站，9月21日至9月22日北京鸟巢站。这些城市与早期传闻的城市一致，只不过有了南京站的加场先例，后面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演唱会是否还有加场，同样让人期待。另外，官宣海报上竟然还有其他城市敬请期待的字样，难道除了这些已官宣的城市之外还有意外惊喜？看过周深现场的观众无不被周深绝美的嗓音和顶级唱功折服，并且周深演唱会在配置方面，无论是音响设备还是舞美设计，都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绝对的视听盛宴。此外，每场巡演都会被周深和团队的各种小细节和小设计所打动，你永远不知道周深还有多少关于演唱会设计的新想法和创新点。每场会有不一样的歌单，还有反身代词新专辑里的新歌首唱，还有每场根据地域、天气、节目精心定制的伴手礼，深圳送棒棒糖，下雨送加厚雨衣和品牌纸巾，天热送降温贴和驱蚊贴，贵阳还加送扇子和线团，甚至喷出的礼花也是场场有特别设计。比周深的歌声更美更动人的就是他那颗永远真诚善良有趣的灵魂。我们相约杭州、沈阳、北京等后续的旅程，共同见证周深的十年精彩。谢谢老师们。刚才我是不是有个动作是我跑不出去，但突然就是一不小心跟舞蹈老师来了一个十指相扣，有那么稍微的一丢丢尴尬。因为第一次我马上是在成都场的时候唱接过一下，然后那一下把老师的那个袖套刮走，有人看到吗？哦，那所以这里是有真心的吗？哦，那这里有没有是第一次看演唱会的呢？哇，哇塞，好开心！那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总之非常感谢大家。那看台有没有第一次看我演唱会的呢？我们一起创造这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记忆，好不好？刚才有演唱新专辑的歌《嗨呀蜃楼》以及《警报》，当然所有的歌还在陆陆续续解锁当中。今天应该是明天0点的时候还会解锁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听一听《反身代词》，好吗？了解一下比较不一样的我，因为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古风。比较幽默，最可怕的是刚才那边喊出一个比较可爱，谁
谁可爱了？我这么酷跟可爱完全不沾边，好吗？但是刚好我的衣专里面有一首，突然也是非常，怎么说，很冷冷色调的一首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首《浅浅》啊？周深全新专辑《反身代词》下篇《缝合》现已解锁上线，由周深、王倩共同作词，钱磊担任制作人。周深这首歌容易听得让人流泪，周深的歌总是让人感动，空灵的声线和情感充沛的演唱技巧是他的利器，而唱功之外，超强的原创能力是他最厉害的底牌。从歌词到演绎方式，周深总是会给出让听众满意的结果。情绪伤口修不能收，短暂复合之后，同父母说，相同困惑，也正在打人。Giving my all， 寻找缺口，缝补之后，又再次。缝合这首歌概念来源是周深从一个小女孩被父亲在餐桌上规训和打压的视频。周深看到这个故事以后，决心为这个女孩发声。家庭和成长是我们人生的基石，我们终其一生都没办法摆脱这些东西。每个人都是他原生家庭的总和，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过程中一边成长一边受伤，一边想从家庭中汲取养分，一边被伤害。但有人伤害就会有人自我治愈，在不停缝补，缝补后再次受伤，不停思索，寻找缘由，寻找摆脱的方式，也在寻找自我疗愈的办法。每个独行的角落，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被治愈，思考着孤身一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看似是200年后的机器人缝缝补补，但其实也是现代人在缝缝补补自己人生中的伤痛和缺憾。永远让人动容的周深的歌，因为他每次唱歌都寄托了自己内心的寄望。世界破破烂烂，周深缝缝补补。深深拜拜，这是你陪我度过的高考和考研，谢谢你，拜拜。天哪！Hello， 感谢你宣传贵州，谢谢你们，拜拜拜拜拜拜。周深你好，你好，拜拜。大家感谢累了吗？哎呀，你们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们！来，谢谢我们的硬体工程北京力超舞台集团，感谢周深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谢谢大家。我其实是非常幸运，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大家感觉到啊，就是你是光，或者是我自己很幸运可以感受到大家给我的光。但其实后面也有很多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在慢慢的把我想要传递出去的信息或者是所有的东西去传递给大家，所以非常感谢他们，就是也感谢所有老师们可以促成我们这一次非常美好的相遇，谢谢大家。